蓉出轨宋哲，与王宝强的离婚案也已经尘埃落定，王宝强胜诉，儿子由王宝强抚养，女儿由马蓉抚养。虽然已经离婚，孩子却跟着遭罪。余记透露，在与马蓉离婚后，王宝强已经换了好几个女朋友。近日有媒体拍到王宝强与一女子带着儿子一同回家，看起来与王宝强的儿子相处十分融洽，很是熟悉。王宝强还与女子散步到深夜才同回家中，似乎已经同居了。对于王宝强频繁交往，一些网友说出了自己的看法，谁都喜欢漂亮的年轻的，但是还是长点心吧。对于王宝强，你们怎么看呢？